各位现场的贵宾以及所有亲爱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莅临来自于瑞士顶级的 DNA 抗老专家 Vermont 的新品发表会活动现场哦，巅峰美型身体修护系列。那么当然，它可以帮助我们呢来击退、松弛、分段、雕塑，以及甚至于让我们可以逆龄重现身体肌肤的平滑紧致。那么这一次呢，当然我们也特别重视我们这一系列的产品哦，所以特别跨海邀请到我们的 Vermont 的香港营运总监也来到现场，可见得我们这一次品牌对于这一个系列的信心以及重视。所以在这里呢，在活动一开始，首先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香港营运总监来跟大家说几句话，所以请现场的朋友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Winnie。欢迎，Hello，各位媒体，你们好。好，我是香港来的 Winnie， 我就是第一次跟台湾的媒体见面。我们的合作，我们的 Beauty Salon 那边的伙伴，然后我再带来我们香港资深的一个讲师过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很厉害的一个身体护理的产品 ，OK， 谢谢你们的光临。好，谢谢 Winnie， 来，请 Winnie 先请回座休息。好，哇，特别谢谢 Winnie 来到现场跟所有的媒体见面哦。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这个 Body Time Control 哦，这次我们非常的重视。那么它主要的商品呢有四个，那里面呢也导入了我们首次的这个 DNA 抗老机制以及概念在我们的身体保养系列。那这四个商品呢，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肌肤可以从清洁开始就有非常好的呵护。那当然，这四个产品它有各自令人很惊艳的效果，也会让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眼睛为之一亮哦。那到底它的这个效果在哪里呢？现在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的 Celia 老师上台跟我们谈一谈，来，掌声欢迎我们的 Celia 老师。好，谢谢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香港的，我是 Celia， 我非常高兴和跟你们台湾的传媒第一次见面，也是荣幸今天由我来帮大家介绍这个全新的 Body Time Control。 这是一个 Vermont， 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系列，而且我们认识 Vermont 的我们都知道 Vermont 对于面部抗老的技术是非常非常的被市场定，已经是被市场认可了，我们叫做，而且很值得自豪的就是连同行业内的也非常认可 Vermont 的抗老系列。所以呢， Vermont 他最在意的就是说啊，如何达到身体的抗老，而且身体抗老是从内从外全面性整体性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将来才能有健康的生活，我们叫做，因为身体是陪你一辈子的，是不是？当然第一步我们就用了两件产品，就是刚才男士也最在意的沐浴露了，是不是？这个沐浴露也用了最其实市场上有很少的沐浴露用这么浓度高，而且是用了这么贵的一些分子在里面。因为沐浴露大家只在意它清洁，当然这是最基本的，是不是？清洁过后，我们的皮肤的到底那个皮脂膜到底健康吗？你把我们健康的那个油分洗掉了吗？就是，所以这是很重要，因为身体它分泌油分也是很少的，所以也是靠我们洗完身体之后留下来的那个滋养到底够不够？对，这是重点。所以呢，这属于一款身体抗老的沐浴露。对，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适合一些秋冬天很痒的那些女士或者男士，季节在更换的时候，皮肤很容易干痒。因为为什么会痒会干？我们每天都要穿衣服脱衣服，叫重复的摩擦。是重复的摩擦的话呢，会令你的死叫坏死的细胞会堆积的更多。对，而且你会发现身体的皮肤没有光泽的。
对，老师，那这样子老废角质堆积了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很棒的产品？对了，你说的非常好了。堆积出来之后，我们总有更新，总有代谢的，是不是？所以堆积出来之后，我们这回就用了两种不同颗粒的磨砂和那个叫分子来去处理我们已经堆的半，就是去也去不掉，停也停留的也不是很好，半退废的那种角质，老废角质，对，老废角质。而且它这个分子，它两个分子的好处是在哪里？它可以很细腻的、很细小的位置都可以处理到。比如说身体有折痕，我们是一个平板嘛，是不是？我们有轮廓的嘛，身体是不是？所以身体有很多窝位，我们可以用些不同的这个小颗粒，可以处理到很身体很细腻的位置。对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整体全面做抗老，身体抗老的第一个部分。当然，我们都说女士最在意的就是脂肪，我们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脂肪变缩小，然后还原，是不是？就用了两个系列，就是 Fit 减痛 ，Fit 减痛里就是用了个 Deep Booster， Deep Solution Booster， 主要用了这四大工具。四大工具，首先将肥大的脂肪给缩小。哇。缩小之后再靠一个引流泵引，就是一收一放的一个工具，把它送到垃圾桶里面去。然后呢，送走之后呢，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的，是不是？也会再堆存脂肪的，所以避免脂肪再进入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它有了一个这个抗囤积的复合物在里面。抗囤积，对了，你吃东西也不要那么容易的吸收。对啊，然后另外就是说抗脂肪减少了就空间没有了，我们就需要做一个紧实的状态。所以 D Solution Booster 主要是把脂肪层给减薄的，对，并不是做表面的，对。所以它也用了这个四大成分。当然第一个成分就首先把塑形放到第一位了。这个第一位的话呢，它首先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弹性给形状先给整好，然后再用了一些非常浓度高的蛋白质，也就是氨基酸，还强化我们肌肉里面的纤维。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紧实的线条。当然，同样的，我们还是会在吃东西的，对，是不是啊？所以同样的抗囤积你不要再进来了。是。对，最后就是用了我们文望最强的 DNA 抗老化、DNA liposome，还有那个 RNA liposome， 这个就是主要让我们的细胞维持最优质的代谢。让我们的细胞维持在代谢过程更优良，更强化它的细胞的功能。所以这四大功能是跟 Deep Solution Booster 是互相协同的。所以你没有我也不行，我没有你也不是最好的，对啊。所以呢，他们这两个呢，两程序必须得互相协同的使用，才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就是 Booster， 第一步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瘦身精华，它只能把我们的脂肪层变薄变小，这是第一个程序。对，很简单。拿一泵出来，看你的位置有大小。想瘦腹部的，当然想有腰部出现线条的，这个位置胃囊没有下垂的，没有那么膨胀的，我们就有很简单的方法。在家居，首先擦完了之后有点凉。然后擦完了之后很简单，然后你那这个 model 虽然很瘦，是不是？虽然很瘦，但是别介意，你也挺松的他啊。所以年轻不应该松的。是你这样说 model 不是很伤心？可是我跟你讲，现代人真的有这样子的问题。是的，像现代人的话，虽然很年轻，都不会觉得很松的，是不是？所以做完了之后打了个底，然后再来一个。好，来老师，我帮你拿，这里我们帮您准备好了。好。再用那个 C curve， 专门做深层的线条的，这个就是有点凉我的手啊，忍一忍。那把它擦均匀之后呢，就很简单的动作，向内捏就行了。比如说我就是他，比如说哈，自己在家自己做，对，向里面捏，很简单的动作。对呀、对胃囊呢。比较硬啊，深层紧实的，这样捏。如果觉得
手臂这个掰掰手太松的话， 是不是掰掰手太松的话，同样 也是擦的那个精华，单方向的擦上去，然后呢就用这个方法，就是这手这样就向里面捏，跟着肌肉方向一个方向走就行了。老师，很重要的重点，顺着我们肌肉的走向来按摩。对了，顺着肌肉的走向一个方向这样推就行了，非常简单的。对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塑形塑得好，塑得更持久。我们今天呢还特地邀请到一位巨星级的试用者，你知道他是我们品牌的爱好者，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一位小贵妇对于我们美丽的渴望跟追求从来不手软，而且他自己对于这个美丽的专业知识也非常的丰富，大家都在等他，所以现场的朋友，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综艺小天后胡盈珍。小珍，来，掌声欢迎小珍。来，我们先让小珍来到我们的背板哦，先单拍一下，给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捕捉下这个画面哦。而且呢，我觉得她非常棒的是，像我自己本身很懒，因为很多女生一定也是洗完澡你根本懒得擦乳液，可是我的皮肤是会痒到那种干到会很痒，可是你知道她那一罐洗沐浴乳，我一用它一次，我整个爱上它。对，而且我真香在跟我朋友介绍，我现在大概团购已经大概快有20几瓶。我说哪一天你有空来我家试洗，你就知道。所以洗完了之后是很像你擦完乳液，而且是那种顶级乳液的那种感觉，完全是滋润，然后不会油，然后你可以维持到隔天早上。你即使你晚上有时候夏天很热的时候开冷气房，也不会起来也不会干燥。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这一罐沐浴巾真的很厉害，丝柔清新沐浴乳，好像让肌肤喝水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跟你讲，除了这个沐浴的之外啊，那女生一个礼拜不是要去一次角质吗？一定要的、啊。对对对对，可是她那个去角质才神奇嘞、哦，她那去完角质居然比洗完澡还要滑。一般你去角质不是去完之后一定要再擦乳液，对，要不然干干。对，或是说你去这个商品一定要再加其他的身体油下去，你才不会觉得说哇。就是洗完有一种大小的感觉，就是干涩的感觉。可是你知道它那个超赞的，它里面是有含有乳木果油，然后呢，你真的就是完了之后，你再用那个洗澡的，洗完之后你根本不需要擦乳液哦。对，所以说老师刚才小珍说了，我们的沐浴乳还有我们的身体磨砂膏，对不对？小珍超爱这一罐身体磨砂膏。老师，你要不要再跟大家说一下你刚才说的双颗粒的功效，对不对？就在里面哦。对呀、啊，双颗粒的功效，我们有一个颗粒是放在我们面部磨砂膏里面的。所以那个磨砂膏非常非常的细腻，就算连细小的纹理，就算是眼部的纹理、嘴角的纹理，我们都可以用那个细小的去掉的。啊、然后身体方面呢，是加了这一款细小的，又再加了一款摩洛哥的海藻粉。那海藻粉的话呢，更可以全身去到我们不同位置的那个角质、哦，特别是一些。这些位置啊，甚至些比基尼的位置啊，都完全不伤的，非常好的这个。难怪小珍这么爱，而且里面还有玫瑰精油，对不对？对。还有刚才说的乳木果油。对。那小珍，我再问一下，听说你在我们的磨砂膏之后，还会使用我们的美型紧实的精华，还有身体乳霜，对不 对？马上使用，效果加倍。来，赶快跟我们现场朋友分享一下使用过后的感觉如何？因为像我自己，我那天就是又再买了一罐那个大罐的这个嘛，就是紧实霜。是。然后后来呢，我那天就是在义大主持一个春酒，后来结束之后我就回家泡了澡。那我就想说，泡了澡之后，这样不能放过这男人的机会啊。对。我就泡完澡之后呢，我就带着这一罐，我就下去擦。然后我就擦了手臂，跟当然在抬腿的时候就擦了腿跟肚子这样。可是我觉得它非常神奇的地方是，它可以除会老化角质。哦。然后呢，你知道它非常神奇的是，哎，你真的擦到肚子这个地方的时候，特别明显哦。怎么样明显？擦一擦，你开始搓一搓，就会，哎，
怎么会有老花角质开始掉落？哇！然后我就一开始在想说，该不会是不可能啊？不是深吧？因为我刚洗完澡啊，而且因为我刚才洗完，我所有全身都擦了，就是只有臀肌、肚子这个地方特别明显，特别明显。嗯，而且你知道我那天去这个 SPA 中心的时候，也是有老师帮我做。哦，你每个礼拜都要去报道的，对对对，我知道哦。然后那天就是做完这个那个去角质 SPA 疗程，去角质完之后就直接做这个 SPA 疗程。其实它 SPA 疗程很不一样，是因为它真的有一个他们独创的蝴蝶手法。对。然后它那蝴蝶手法是真的，我觉得他们那 SPA 是比较物理性的。是。然后它是真的深层在帮你每一寸肌肉在震动，而且老师还很讲究，他的手法是顺着你的肌肉纹。对。对。老师刚才也有特别强调。这就跟牛肉怎么切比较嫩口一样，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蛮厉害，他们很讲究这个东西。他们的产品真的很神奇，因为我开始用他们的产品第一罐是他们的更新面膜。哎。他那个面膜没错，经典产品。对，他那个面膜呢，听说是他们店里面的新珠白啊，到目前为止还是。没错。他那个面膜真的很神奇，就是你其实很紧急的时候，敷个15分钟、20分钟，你把它就是洗完卸完之后，你会发现有一层薄薄的膜在你脸上，然后上妆也特别好上。可是你就会觉得说，那个膜在脸上会不会很容易出油？哎，对啊，也不会。对，它就是很吃妆，然后妆可以维持一整天，所以其实在这方面也是某种程度上面有帮助。嗯，我觉得也很赞啊，对不对？可以推荐给他们。对啊，因为你知道有些术后啊，你如果你真的要按摩了，你就可以去他们的 SPA 中心，加上他们的产品，然后用老师的手机帮你按摩，其实是更好的，效果更加倍，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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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小珍特地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个使用心得哦，当然也谢谢我们的 Celia 老师跟我们讲解产品这么详细，给两位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感谢你们。